大家好，最近一段时间《青春有你二》这档节目话题不断，热度很高。制作人蔡徐坤和导师 Lisa、Ella、Johnny、Jane 都是很受欢迎也相当有实力的艺人。而这一次的训练生虞书欣、许佳琪、莫涵、孔雪儿、林小宅、秦牛、郑薇等人都是热度很高的选手，因此节目还未播出就已经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。不久前，作为《青春有你二》的制作人代表蔡徐坤和说唱导师 Johnny、Jane 带领五位训练生参加了《快乐大本营》的录制。虽然在节目中他们的表现时间不是很长，但在进行自我介绍的时候，他们五个人站在一起，并且统一着装，还是很亮眼的。这次跟蔡徐坤一起参加《快乐大本营》的有许佳琪、孔雪儿、安琪、上官喜爱和王青。他们在进行自我介绍的时候， SNH48 的许佳琪是站在 C 位的，而且他的身高比旁边的孔雪儿和安琪要高一些，打眼一看佳琪是很抢镜的。很多网友在看清这次《青春有你二》选手自我介绍的 C 位是谁后，纷纷表示许佳琪这次是实至名归。虽然不知道青二节目如何选择参赛选手参加吉他综艺录制的，但是佳琪在 SNH48 的表现就已经很亮眼了，她的舞蹈功底也是很强，相信她这次能够在快本舞台上出演也是付出了自己的努力的。现在《青春有你二》这档综艺节目还没有定档，但是有蔡徐坤、Lisa 等优秀导师，还有许佳琪、虞书欣、莫涵等选手的加入，相信这一季的节目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？